觉得杜拜王子很帅吗？没想到他的妹妹更是美得不像人类，尤其是第二个根本精灵转世。觉得杜拜王子很帅吗？没想到他的妹妹更是美得不像人类，尤其是第二个根本精灵转世。前给大家介绍过的杜拜王储哈姆丹王子，就是那个长得好、单身、热爱车、热爱运动、热爱小朋友和动物的王子。然而他还有好几个妹妹，这次给大家看一下杜拜的公主，整个皇室的基因真是让我一 Marian 公主1992年生。他上面有五个哥哥，杜拜的五位王子，其中包括王储哈姆丹，他是哈姆丹同父同母的妹妹。喜欢骑马，也喜欢各种动物。喜欢小朋友，热衷慈善事业。二 ，Matilda 公主，1994年生。她是王储哈姆丹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母亲是希腊人，因为母亲英国毕业，她随住母亲从英国到希腊又到杜拜。喜欢骑马，还热爱艺术，支持阿拉伯女性从事时尚设计事业。三 ，Salima 公主，1999年生，杜拜六公主。她是王储哈姆丹的同父同母妹妹。四 ，Shama 公主，2001年生，杜拜七公主。六公主和七公主因为年纪差距不大，而且是同父同母，所以经常一起出现。这是杜拜的四个公主，都长得像画里走出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长睫毛的王储哈姆丹是他们的亲哥哥啊。喜欢这篇文章。